是什么灵性可以告诉我们吗？蛇、美女还是帅哥？什么呀？美女是美女是帅哥？蛇菩萨。这么温柔，肯定是女的呀。好吧，你问吧。杀了我的孩子，杀了我的孩子前世，我要找他报仇，傻，让他傻。现在就是愿意化解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他们都得到好处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好疼！我疼，是他人疼，人受不了。人受不了。他前世伤的我，我就是伤的我的孩子，我就是想找他报仇，想要他的命，但是没到呢，就让他先傻。但是都得到好处了，我就我也想走嘛。我也想走。你孩子生日呢？那你想跟我们大家说说什么？我也想吃饭，我也想要新衣服穿，我也想恢复身体。那他平时做的功德你收到了吗？给他儿子一点点。我是美女蛇。被他弄的，毁容了，还有我的孩子。是他弄的。他和别人，就是我们就是也找他，也找别人。但是就是现在不想报了。有原谅他了啊。我不跟他计较，我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就是咋说呢？这个心放下，你要想去帮助别人，你就得说先放下，不恨。对，所以嗔恨心多重呀！我要忏悔自己，肯定得有因果的呀。我的孩子呢？有缘的太多了。看到了吗？告诉你们，就是如果说身体真的就是有大病症，绝对灵性不一般，而且法力也绝对不一般。怎么办？太开心了，放下仇恨真好，太开心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南无阿弥陀佛。